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乳酪棒的全自动的果酱勾耳机。这个乳酪棒是国外进口的那个素的奶素的乳酪，现在这个乳酪台湾只有我们做素的，有销到国内跟国外。啊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全自动的那个油炸机，它有自动调温，还有除渣的功能。那个乳酪经过我们的液冷机以后啊，直接就进入 IQF 急速冷冻，负35度的温度。有没有很完整？会不会缺块，或中间有一颗一颗，就是缺洞的那种感觉？对。然后看一下它有没有28克以上。到厂房的时候就必须要巡检一下机台是否正常，温度 IQF 的温度不够低的时候，硬度不够，包装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状况。白叶就是大豆蛋白的成分比较重，我们就是遵照那个比例哈，把那个蛋白质提到最高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那个脆性 Q 性就会比较高一点。